是2020年新年的小年的第一天。今天为了我朋友去助他一臂之力，他的新店开业啊。具体什么样的店呢？我也非常好奇，我想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。朝阳大城，我今天要去看电影。朝阳大城呢，还有一个生鸡汤店，还有一个叫什么什么拉面，你知道吗？挺火的那个。不是，就是中国老张拉面。对。那个面多火，但好吃啊，好吃啊，挺好吃的。老张它的沙县，它里面有汤，就是排骨汤、牛肉汤、乌鸡汤、乌鸭汤、乌鸭汤、老鸭汤，不是乌鸭汤，鸽子汤。你们一样，你选的，我选沙县，我可以选择你。好，开始，一二三，转，那要不你们俩石头剪刀布吧？你多一点吧。对。行，真的是你多一点。都快30岁的人了，还没对象。啊，快30了。对啊。你才25。你才25。你长得比我急。
后见。新年快乐哈！好，来，小年最后跟你玩了一把，感谢你的那个大餐啊，挺不错的，挺不错的，倍儿好，没赚到你很可惜，是不是？对啊，我们一块儿去加拿大。没事，那你们车叫了吗？你走，上车来。那我们走了，小雨老师。是坐哪个车？是坐这个车？这个车。我走了。不行，没钥匙。拜拜。这个车停在这儿。我安全帽没了，这是吗？不是。走了。拜拜。走了，2020年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拜拜。